大米啊，以后咱们要再出去买菜的时候呢，咱就不能走着去了，咱得开着车去。用不着，我上菜市场买菜走路才3分钟。去远一点的菜市场吗？哪儿啊？葫芦岛。到葫芦岛买两个虾爬子，咱再回来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记住了啊，以后咱们去买菜的时候，路过高速公路低于10块钱的，咱不能去。啊，老公，哎，你太厉害了！啊，哎呦，哎，等会儿，大米啊，哎，哎呦妈呀！我跟你讲啊，我这两天我就觉得颈椎不舒服啊，刚才你一晃我以后，我一下就血就上来了，是吗？哎，我通了，哎，是吗？哎，我怎么有一种飘的感觉呢？哎呀妈呀，哎呦我，是吗？啊，是啊是啊，你晃的我晃的我很飘。那咱再继续飘。你再晃一下，我就特别舒服。老公老公你最帅，老公老公你最强。这是出什么事了？这哎，老公老公你最棒，老公老公。住手！干什么玩意儿？大姐呀，就你这大体格子，再把大姐夫给摇报废了。你大姐夫今天就喜欢让我摇他，越摇他越帅。啊，大姐来，你摇我一下，让我也帅一会儿来。哎呦，你怎么摇都废了？什么意思？顺风。哎，你觉得你大姐夫今天，哎，帅不帅？啊？啊？帅什么帅？这叫自恋。你瞅瞅，让街坊邻居们瞅瞅我大姐夫，哎，哎，往这儿一站。哎，就一个数字2，什么意思？你还什么意思？街坊邻居，你们看看啊！哎，12年的衬衣，02年的裤子，92年的皮鞋，82年的袜子，两口子往这儿一站，哎，就是非常2+1啊！哎哎哎，你啥意思啊？一对奇葩的夫妻，媳妇儿，媳妇儿。我刚才我一直有飘的感觉，这小子一来我就咔嚓落地了。我跟你说，大姐夫，你两口子你得感谢我，我是用炮把你轰下来的，要不然你还云里雾里边呢。钱顺风，干什么？你净打击你大姐夫积极性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大姐夫买那彩票中奖了。哟，哎呦，新鲜。哎，大姐夫，真的中了，中多少？哎呦，你看自己都知道自己二了，很好。妈，我中了20000块钱，真的？对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大姐夫啊！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！啊，这20000块钱一辈子都别花了它。哎，我建议你两口子把它裱起来，每天在我大姐面前边晃悠，我大姐夫好晃悠你，让你越来越帅呀、啊！哎，田主官，干什么？你就不看你大姐夫好吗？你看你大姐夫今天多高兴哈！我就看不了他高兴。瞅你样儿，老公啊，甭搭理他，咱进屋，我咬你去啊、让你飘起来。不是你咬你飘，没人看见，飘起来有啥意思？孤芳自赏。对，我们自己飘着玩，跟你没关系。管着吗你？回屋摇去，摇就摇，看什么的？阿米，哎，下午好。摇起来。怎么黄金都不用讲，全都忘了。不是，啊，媳妇儿，你过来，你刚才说了一句什么？我说这划船都不用讲，全靠浪吗？哎呀，我媳妇儿这小词儿整的太准确了。大姐夫，大姐夫今儿咋了？大姐夫吃大葱吃岔气儿了。啊，大姐给他晃悠，让他上下通气儿呢。行了，哎，你从银行回来了？去银行干什么？忘了。干啥呀？今儿是咱们公司的贷款还款日，不是下个月的今天吗？下个月的今天，银行把咱公司都封了，还下个月？哎呀，压什么压？你是不是钱没准备啊？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我作为老公，怎么能让你着急，让你生气，让你着急？早准备好了。行，那你别忘了啊，银行5点下班，40000块钱还上，别老三心二意，这事儿一定办好，办不好给你打成零，记住没？记住了。走了。哎呦我的天，看我媳妇儿这小词儿啊，54321零，我的妈呀，我给忘了。
这家伙银行还款日我给记成下个月的今天了，这可咋整啊？五点钟下班，这都三点了，俩小时我上哪儿挣40000块钱呢？我老公你真帅，聊得非常好，跑起来了。大姐夫那儿有20000，我先弄20000，是20000吧？大姐耶，哎，把大姐夫摇出来吧。啥玩意儿？干啥？仗着媳妇儿，我跟你大姐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飘，跟你有啥关系？大姐夫，碍着你啥了？此话差矣，这个家也是你们的家，你们爱在哪儿摇在哪儿摇。哎呀，坐这儿，媳妇儿。媳妇儿，我害怕。没事，大姐夫你坐。大姐夫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啥事儿？中了20000块钱是不是？啊，把它借给我呗。啥？啊，完了，这钱就小子惦记上了。气气的不借。对，顺风啊，哎，你要借钱呢？啊，没了。怎么没了呢？按照你的指示，这钱已经裱起来了。哎，你过来。那干啥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回事？你这包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还咋回事？你把这个包买走了，我能买得着吗？对呀，那你这个包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二米粒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啊，这点事儿我都办不了，他不得削我呀。于是我就想起我二舅来了。你二舅？啊，就是修鞋那个你二舅。我二舅做的。啊啊啊！你二舅做的。啊，那这个鞋垫就合理。大姐夫啊，这事儿你得帮我呀。你就多余跟他说这个瞎话，你就跟他实话实说，没买着不就完了吗？你实话实说顶多也就是给我打点氧，我能活过今天晚上去。这样大姐夫啊，你就说你这个包啊是找人做的。你滚一边去。又来了。我跟你说大姐夫，你要是不帮我哎呀起来吧，起来帮你。他姐夫给我算呀，行不行？行，我帮你。哎，这个包，我找人做的，哎，不太准确，假的。这准，谁问都是假的。准确了。这行了，我把二米粒叫出来啊。行。哎，你得痛苦一点啊，你摆个造型，你赶紧赶紧。哎呀，那个二米粒。二米粒，来，怎么样？哎呦，别问他。大姐夫，嗯，干啥呢？痛苦呢。别痛苦，看我。我问你，这个包怎么回事？假的，怎么的？谁问都是假的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。原来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那样的，现在你是那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能干这事？行。哎，你是不是又跟我妹妹吵架了？我们两个吵架，哭的应该是我呀。大姐，二米啊，谁欺负你了？大姐夫，不能。二米，你在开玩笑？来，大米，你过来。怎么的？我给你买了个包。你看你给我买包干啥？我这包不是挺好的吗？净乱花钱，你说说，你看。这包挺好看，你喜欢。大米，你还记得今天是啥日子吗？今天，18年前的今天。啊！你让我想起了18年前的你。对。那天，刚子在工地干活。我去工地看他，刚子，大米，刚子，米，刚，米，刚。米，我这个缸只能盛下你这一袋米。我这一袋米只能盛在你的大缸里。刚子，看你累的都瘦了。大米，看你闲的都胖了。刚子，突然狂风大作，突然连连大。
雨，咔！大明，当我的续行躲一躲雨。好的。此时，我的续行没有人。没人。哦，咱得出去。对对对。拨开天空的乌云。衣服脏了，我给你洗洗。这，就是我人生的初心。打那一刻，我就下定了决心，此生非大米粒不娶。打那一刻，我就下定了决心，这一辈子非赵刚子不嫁。不就这点活吗？再说了，谁能惹得起他呀？我。你说啥？我能惹得起。大姐呢？啊！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！你到现在还在二姐夫挖那坑里埋着呢。不要出土啊！你要飞蛾扑火呀？对，我要凤凰涅槃，我要浴火重生。哎呀，刚子，你不怕呀？不怕，怕啥呀？手榴弹我都不怕，我能拍一个挖耳勺。我跟你说爸，你信不信？嗯，今天我就让顺风把这活全干了，他一个人干。不可能，不信这样，你过来，过来。嗯，一会儿你们全力配合我，明白不？好，散开，好，散开。好，顺风。顺风，哎，来来来，顺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哎呦，大姐夫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回可是叫的太及时了，我那个鸡全下来都是双黄的。哎呀，太舒服了，太好，你辛苦了。来来，怎么的，顺风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我有战友给我来了个电话。哎呀，不就当了几年兵吗？哎呀，有几个战友老给你打电话干啥呀？今天呀是胜利给我打的电话。哎呦，胜利叫胜利的人多了。张胜利、孙胜利、刘胜利，还能是咱小区那刘胜利董事长啊？啊，就是他。刘胜利董事长给你打电话？是，他是你的战友。我战友。他要是你的战友，那马云就是我舅舅。是不是？你见没见过刘胜利啊？我见过，老远的见过。这不这两天一直跟他联系，跟我见面呢吗？他不理我。行，来，顺哥，我这手机里边有照片，来你看看。我看，第二排。从左边数第二个是谁？哎呦，刘董事长，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对，哎，这不也有你吗？你怎么坐中间呢？我当然坐中间了，我是他班长。真是战友啊！当然了、哎，他给你打电话干啥呀？他给我打电话呀？啊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请我让我去他们公司去当这个总监。啊，街坊邻居还鼓掌呢，还你信呢？怎么的？他总监，他会煎啥呀？哎、会煎双黄蛋，他会煎。哎，顺风，你还别，我跟你说，我跟胜利这个关系你是不知道的。你俩关系再好，人家也不能让你去当总监去，谁信？爸，哎，这儿呢，来，你过来。还什么呢？解释一下我跟胜利的关系。我跟你说，顺风啊，那个刘总啊，不光是他的战友，那是他们俩还有生死之交啊。生死之交？怎么呢？你大姐夫救过那刘总的命？对，是吗？大米啊，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救他？怎么的？就有一次吧，那个刚子呀、带着那个胜利啊练那个撇手榴弹，结果我这个胜利呀、他一紧张，嗖，啪，手榴弹落脚底下了，一下呼一下就扑上去了。妈呀，那手榴弹怎么样啊？到，你炸了呗！我没真问你哪有小广告啊？那你也没说呀，你咋不把嘴粘上呢？好悬呐，差一点，我刚才摔跤的时候就差那么一点。我拉倒吧你，那个物业大哥啊，是这样的情况啊、那个小广告呢，我们是带身上了，但我俩不是没贴吗？是，今天还没贴呢，以前那些不是你俩贴的啊？不是，是，不是。默契、啊，那是不是你挤咕一下，你这样一下也行啊？拉倒，你爱咋地咋地。大哥呀、我说实话，我俩真是贴小广告的，但是还没来得及贴呢。你看，你罚俩钱得了。钱都可以不罚你们俩。妈呀！但今天必须得把所有小区的小广告给我弄掉啊！我闭嘴！一看你就不懂我们。
这玩意儿贴好贴，咔嚓老费劲了。你还知道费劲呢？啊，你说你呢？不是，贴用一秒钟，我抢得抢一小时，知不知道？我告诉你们俩。整一地什么玩意儿？胶，大力胶，大力大力，大力出奇迹。兄弟啊，啊，他是不是摘下了？是啊。你不要逮我们俩吗？对呀、啊。来呀、啊，来吧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快活呀，反正有大把时间。我来了。别给我整那没用的，啊！告诉你们俩啊。不管想什么办法，必须把这小广告全给我弄净啊！这么好的环境啊，都让你俩给破坏了吧？走。这胶是真不粘呐！今天干换的，哥啊，手粘上了，看到了。刚才他咋跑的？拖鞋。咱俩都有人做示范了，还在这干啥呀？你这，他那招啊，我早我就会。那你不早说？我这鞋花200多买的。哎呀，我说兄弟啊，你做的挺仔细啊。还行。那你再待着吧，我先走。回来。我不脱，你能走吗？那你脱呀。你想赔我双新的？行行行。哎哎哎，真当我不存在呢？啊。告诉你俩啊，我们俩嘚瑟，伸只手抓你俩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哎，哥们儿，哎，哎，哎，你看这儿，你看这儿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哎。